这种有些传统的美食我们还得去拍啊，这就是我们使命，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得通过我们视频的这个方式去让它存下来。哎，你说为什么啊，我们女粉丝为啥长这么好看，又是因为我们的女粉丝谢谢带我们去吃地道的刀郎美食啊，我们在这个是三乡啊，麦给提麦给提杨塔克乡，今天我就带你们到我的姑妈家，让你们尝一尝地道的苦家。苦家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农村的房子你看一下啊，整齐的啊，太好看了，现在房子。现在反正农民也都能住上新房子了，都是个富民安居房。又是跟女粉丝吃饭的一天，晚上回去老婆又得骂我了。我姑妈都已经开始做了。哦、啊、这是玉米做的吗？这个对对对对。嗯、啊、这都是把玉米削下来是吧？ 对， 对，首先把这个玉米给削下来。这个饭叫苦家是吧？苦家副车通名了，这个苦家苦家啊，这个玉米汁儿特别新鲜啊，特别新鲜，就是做这个饭就是用这个新鲜的玉米最好了，最地道。那七八月份最好了嘛，这个玉米出来的时候。嗯嗯嗯，现在想帮忙都帮不了忙，我感觉。你看这个母婆都挺有感觉的。就是的。这个母婆叫啥？卡桑。卡桑。最原始的我们的那个厨具，可以说是。对对对对。用这个木头做那个盆，然后再做勺子。勺子，小碗。嗯，小姐姐普通话太好了，又一大批粉丝又说，哎，该好好学普通话了，买不来粉。哎，我们的粉丝为啥这么高质量了？哎，都比我好，都比我优秀。哎，我们都是冲着你媳妇在关注你的啊，不是冲着你。你也喜欢我媳妇是吧？对，喜欢你媳妇所以关注你的。这个玉米现在有点多了，现在这个要分开一点，然后还得用这个石头把它给砸碎。就这个石头吗？对。哦，还要浇碎。嗯，必须要浇碎，如果不浇碎的话就不好吃了。石头的味道分呢？这道饭从头到尾全都是靠它这个手工技术。哦，手工好吃呢，刀郎美食。刀郎美食，哇，已经有汁了啊，玉米汁儿。我觉得我可以做，我想回家给我的孩子们做。啊，你结婚了吗？有两个孩子。两个孩子都有了吗？有了，老公。两个孩子有了，老公为啥这么好看呢？现在。以后女粉丝请我吃饭有个前提啊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男朋友，没有老公，才可以请我吃饭，不然不行。这个要求在这儿，这个手工做的话也费时间了，这个对，这种敲敲敲，对，手工做的，但是机器做的话没那个味儿，没那个味儿。哎，好啦，现在浇好了，浇好了，玉米泥这个，嗯，对，水来了，这个是清水，嗯，再倒一点水，再倒一点水。哦，和面一样，对呀。嗯，你看玉米皮跟肉就在里面，这个里面全是汁了，你看玉米汁这个，嗯，香得很，就是的，有点奶香味儿。这个准备的还羊肉，然后就是这个小金瓜、酸苗、酸苗，嗯，还有这个青椒、西红柿。辣椒、西红柿，准备一下吗？准备一下，这个切完了以后要焯，嗯，开始做再来一瓢子啊、哦！现在这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动手，可以炒了，可以做了，可以煮了。好，开始做了那就。哇，锅热了，现在好像是九成热了都。倒次清油。哎呀，姑妈在测试这个油有没有热，油热了，首先放瓢子。再放羊肉，然后再放一点盐巴，现在放青椒和西红柿，这个是烧好的开水，
好，这个水开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玉米渣渣子要倒入进去煮。哇，煮开了，我们把这个小金瓜放进去。好啦，可以放菠菜了。现在这个煮的稠稠的，等会放那个筋儿就不稠了，倒入玉米筋儿。这个筋儿放好了以后，就锅盖也不用盖了，就这样子等着这个熬开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好啦，库恰做好了。我们的库恰饭好了，浓眉哥，哎呦，哎，太香了，亲自端饭呢啊！除了我老婆，也第一个女人对我这么好。我这黄色颜色看一下，香得很，感觉。我这个饭啊，奶香味特别足，就是玉米粥嘛，就是玉米粥，对，就是玉米粥。哇，哎呀，这个太香了，买给弟妹白来吧。这太香了。哦，又说我们昨天喝的有点难受，麦盖蒂人民太热情了，就有点难受。喝完这个就，这喝上太舒服了呀，奶香味特别足，特别香。但今天真的麻烦这个阿姨，今天这麻烦太多太多了，真的。Rahmat。这个饭啊，做起来就是又费时间又费力气。对，费了半天时间，我们在这。对，这个嘛，我们还那个平时不能做，现在会做的人也不多了，只有那个来了像你们这样子尊贵的客人才能做。没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从头到尾都是纯手工，特别费力气的，所以就不好做这个饭。那所以就这么好吃这个饭。待会儿打包一下给老婆带好吗？这个。可以。好东西老婆带吗？嗯。这种有些传统的美食我们还得去拍啊，这就是我们使命，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得通过我们食品的这个方式去让它损下来，不然的话好多美食啊就是比较消肿一点，这种美食慢慢就现在开始消失了，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把这个记录一下，做一下一个保存吧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传统美食刀郎美食库恰喝得干干净净，再来一碗吧，我太香了呀，这个再来一碗吧。可以，你亲自给我弄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拿着更香。哈哈哈哈哈。